好，在这一边我们要讨论的是那个 Belonging Focus 的 Aspen Practice 6 Trigonal Diagram below show an angle on the Cartesian plane. So state a positive angle, negative angle represented by a straight line OP in the diagram above. So positive angle 的话，我们从这边过去。So 这一个是90度，所以我的 A 这一个是90加38，然后它会变成128度。然后 B 的这一个，它是从这一边这样过来。OK，So 我们的这一个是这一边是90 90 90 90 180，然后这一个是52度，就90度减38度，OK，就40，没有，这边是8092度。OK，90减38，90减38，然后拿到52度，所以我的这一个呢是 negative，这一个是180加52，然后是 negative 232度，好，就是这样。当然，我们也可以做 negative 360度减128度，所以我在这一边360减128，232。减232度，好，好，接着在这一边，它是一个 circle center O， 它要我们找 cotangent theta， so 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这一个我就把它想象成是这样的一个直角三角形 ，OK， 减12减5，这个是13呢。So Pythagoras theorem 嘛 ，square root of 那个五 square 加12的 square 会是等于13，所以这一个是13。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呢，它这一个过来，然后我们就有 theta 在这一边。So cotangent theta 的情况之下呢 ，cotangent theta 等于 hypotangent theta。So tangent theta 是 over a 减5 per 减 12， hyper 减5 over 减 12， 所以它答案会变成12/5，所以它答案是12/5。然后我这一边我有 cosecant 减 theta 等于 hyper sin 减 theta。 OK， 我们知道 sin 减 theta 会变成减 sin theta。OK， 减 sin theta。 So 你看我们在这一边 sin 减60，它会变成这样。 OK， 也等于减 sin 60，减 sin 60。 OK， 所以它是 hyper 减 sin theta。 sin theta 是什么呢？ So over h。So 我们在这一边，这一个是 O， 这个是 H， 这个是 A 嘛，所以它是减5 per 13，所以减减变加 13/5， 所以它答案会变成 13/5。 好，就是这样。好，第三题 X is an acute angle， acute angle 呢是那个0到90度，0到90度，然后它的 cos x 是4/5，还要我们找 cotangent， 然后还有 cosecant 这个东西。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一个是我的 x，cos 的情况之下是 car a 不 h， 4/5，所以这边是3。OK，So 我 square root of 5 square 减4 square， 我拿到的是3，所以这边是3。OK。So 我的 A 的这一边呢，它的 cotangent x 等于 hyper tangent x。 So 我的 tangent x 的话呢是短 over A， 在这一边3/4， hyper 3/4，所以我拿到的是4/3。 OK， 好，然后 cosecant 180， cosecant 180加 x，所以它这一个会 hyper sin 180加 x， 所以它会变成了 hyper sin 180 cos x 加 cos 180
sin x， sin 180的情况之下呢是0，然后 cos 180的情况之下呢是减一，所以这个零乘 cos 就没有了，这个是减一。So 我的这一边我的 sin x 是 so over h 3/5，所以它变成1/0减一，零加减一，然后3/5，所以它变成直接减5/3。好，就是这样。这个是 opposite adjacent hypotenuse， 这样。然后我们刚刚这一个，我其实我的 tangent theta 多是减5/12，然后我的 sin theta 是 so over h 减5/13，这样放进去。好。好，接着我们看第四题 A， 这一题是 Clone SPM 2018的，它告诉我 tangent theta 等于 p， state tangent 360减 theta interval p。 So A 的这一个呢 tangent 360度减 theta 会变成 tangent 360度减 tangent theta， 然后一加 tangent 360 tangent theta。 So 我们的 tangent 360我拿到的是0， OK， 所以我这一边这个是0，这个是0，所以它就会变成 negative p， 0减 p， 1加0乘 p， 所以减 p 不一咯，减 p 咯，所以它答案是减 p。 然后它是 graph of 7/5 cos 4 theta state the value of h 跟 k， OK。这一边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这一个它 theta in radian， theta in radian 的时候呢，我们是原本是每派per二一个变化，然后除4，因为这边是4嘛，所以它是每派per八一个变化，所以这个是派per八，然后2派per八，3派per八，所以我的这一个 k 等于3派per八。OK， 然后我的 h 这一边的时候呢，它原本是1，然后乘7/5，这个是减1乘7/5，所以我的 h 等于减7/5。题目要的是 state 啊，所以你直接写它答案呢，它都可以了。OK， 就是这样。好，在这一边它的 diagram show the graph of y 等于 k sin nx 加 e for 0到 x 0到派表2， OK， 它要我们 state the value of k 跟 n，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它这个是派表6，我的那一个派表6呢，它其实是派表2除以 n，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到我的这一个派跟派可以越减，所以我把我的 n 乘上去，然后6乘过来，所以的 n 等于6除2等于3，所以的 n 等于3，就是这样。然后我要找我的 k a 的时候呢，我们在这边减3，它其实是已经加1了。So 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这一个是4格，所以这一边也是4格，所以我的 k 其实是4，所以我的 a1 这边 k 等于4， a2 这边我的 n 等于3。然后它在这边它说 number of solution， 它要的是0到派per 2，OK， 可是我这一边它这一个是到派表几啊？它这边到派表5罢了哦。那派表5，派表5，派表5，就1/5是 0.2， 哎，这个它错了，这个应该是派表2来的，6分之1，6分之2，6分之3，这个是派表2。
so 它的这个 k sin nx 等于 2，k sin nx 等于 2 的这一个东西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的 k sin nx 加 1，OK， so 它的 y 是 k sin nx 加 1， 所以我的 k sin nx 等于 2，k sin nx 加1等于3，我左边加1，右边加1。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是 y 等于 3，k sin nx 加1 y 等于 3，y 等于3是在这一边。So y 等于3是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的 number of solution 其实就一个而已。OK， 这个是 y 等于 3， 然后 number of solution 是 1。So b 它的 number of solution 是一个。好，就是这样。好，第六题 ，the diagram below show the graph of modulus p sin theta cos theta for 这个零到派这边 ，express r in term of p。OK，r in term of p。好，在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一个它其实是我的 y 等于 modulus p sin theta。cos theta 的时候，它其实是 p 本二，然后二 sin theta cos theta。OK， 我乘二又除二，所以它是 p 本二 sin 二 theta。所以它的这个 sin 二 theta 的话呢，它就 sin 啊这样一个完整一半。OK， modulus，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的这个什么它的 p 本二 sin 二 theta 的时候，它是这样的一个图形，就是说它零到派的时候它是这样，这一边是派，这边是派本二，这一个是 p 本二 sin theta， 然后这边是 p 本二，然后我 modulus 它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变上来就变成这个，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可以知道我的 r 等于 p 本二，就是这样。他说 for solution when the value of y 等于 h is constant， so h in term of r 跟 h，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它这样过来的时候它有 for solution， 下这些都是到零的时候呢它有三个 solution 过来，然后 R 的时候它两个 solution， 所以它是0跟 R 之间它就有四个 1,2,3,4， 所以在这一边的情况之下呢，我的 V 的这一个呢，我的那个它的 range of H 呢是在0跟 R 之间。 OK， 好，就是这样。在这边他告诉我 sin alpha 等于 h， h 是 constant， 然后 alpha 是在 first quadrant 吗，所以我们这一边我们就想象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first quadrant， 这一个是 alpha， 然后 sin 的话是 so soh opposite hypotenuse， so opposite 是 h， hypotenuse 是 e， so 这个地方是 e square 减 h square， 然后1减 h square，OK， 一减 h 块，然后这一边它的 a 呢，要我们找 tangent 百八度减 alpha， 所以它就会变成 tangent 百八减 tangent alpha over 一减 tangent 百八 tangent alpha， so 我的 tangent 一百八十它等于零，所以这个是零。这个是零，然后 tangent alpha 是什么东西呢？ tangent 短 over a， 我们在这一边这个是 opposite， 这个是 adjacent， 这个是 hypotenuse， so over a 的话呢是 h per square root 一减 h 块，然后一减零，所以它就会变成减 h
hash over square root 一减 hash 块，好，这一个就是它答案了。然后 B 的它要的是 secant 二 alpha 等于一 per cos 二 alpha， 然后它就会变成了那个一 per， 它有很多种可能性，就一减二 sin square alpha， OK， 一减二 h square。OK， 好，就是这样。当然我也可以用怎样的一种方法呢，我也可以做的就是说我的这一个它一per二 cos square alpha 减一 cos car a per h， 所以它是这个 square root 一减 h square 的 square 减一，一per一减 h 块减一，然后等一下，这一边它是这个前面有一个二，所以我就二减一，一减二 h 块，对。所以，但是因为它已经有给我 sin alpha 了嘛，所以我用一减二 sin 块会比较容易咯，好，接着我们看第八题。Given that cos alpha 等于减15/7 ，find the value of tangent 225减 alpha。So 我们这一边 tangent 225减 alpha， 它会变成 tangent 225减 tangent alpha。然后我们 formula 一定要把它背熟啦，然后 over， 然后一减 tangent 225。Tangent alpha， so 我的 tangent 225，我拿到的是一 ，so 这一个是一，这个也是一，然后 tangent alpha 在这一边它是零到百八之间 ，negative 零到百八的话呢，我们知道它其实是在 second quadrant， OK。因为我们有那个 ASTC 嘛，全部 positive 嘛， cos negative 是在这一边，所以我的 alpha 其实是在这一边，它是讲0到180之间嘛， so 它是这样，然后又0到180之间，所以它是 second quadrant。 car 是15/17，然后85/17，所以我在这边 square root of 17 square 减15的 square， 我拿到的是8/57，向上向后直的 ，OK。好，所以我的 tangent alpha 的话多 over a 8/15，所以它是一减8/15 over 一减一乘减8/15。所以我的这一个它是一加8/15，然后一加减减加吗？加减减加，这样一样的东西啊，这样一减这样，这个根本不用算了啊，直接是一啊。OK， 8/15，所以它的答案是一。So 这一题的第八题，等一下，没有，我这边放错了，上面是减，下面就是加，这个是加，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加减，所以它会变成23/7，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23/7，好，接着我们看第九题 ，tangent A 等于 P。P is a constant， 然后 P 是在180到270，所以180到270的话，它其实是 third quadrant。OK， so 180到270 third quadrant，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一个它是 A 是在这一边，然后大 over A， 它就会是 P per E。然后我们知道 P 是 negative value， 然
然后这一个是 P 不 E，它又不是 E 哦，它应该是简 E 哦，所以这个是简 P 哦，简 P 除简 E，然后它就变成 P 不 E 就 P 咯。然后这个地方是 square root of 简 E 的 square 加简 P 的 square，OK，所以它是 square root of 1加 P square。好，所以在这边我的 a 的这个 cotangent a 呢是 equal tangent a 哦，所以是 equal p 啊，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啦。然后我的 b 这边 sin 2a 等于2 sin a cos a，然后这个是度数对面是 opposite adjacent hypotenuse。sin 的话是 sub over h 减 p per square root 1加 p square。cos 是 car 减 e per square root 1加 p square。所以减减变成加，分子是 2p，分母 square root 就没有 square root 1加 p square。所以 2p over 1加 p square，这个就是我的答案。在这一边呢，我们刚刚这边讲180到270之间嘛，a 是180到270之间，我们知道这边零90度，所以90度0到90是 first quadrant，90到180是 second quadrant，180到270是 third quadrant，270到360是 fourth quadrant，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个0到180之间啊，就是它是 first or second quadrant，然后可是因为它是 cos negative，所以我们用的是 second quadrant。就是这样，0到90度，所以它是 first quadrant，OK，在这一边，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看。这一题比较特别咯，正常我们这一个 tangent 是 over a 嘛，p 不 e 嘛，然后可是因为我的这一个是向后，它不可能是 e 的，它是减 e，所以可是我减 e 的话，时候 p 除减 e 应该会变成减 p 哦，所以这个又要变成减 p，减 p 除减 e 它才会变成 p。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才这边我补上一个减，补上一个减，所以它是减 p 除减 e 这样得到的。OK，好，接着我们看第十题，它告诉我们 cos x 等于 h，然后它要我们 express sin x 不二 in term of h。OK，我们知道 cos 二 x 会是等于一减二 sin square x。然后我在这边我除二，除二，然后这个月了就没有了哦，所以我就得到我的 cos x 等于一减二 sin square x 不二，OK，然后这个是 h 等于一减二 sin square x 不二，所以我的二 sin square x 不二会是等于一减 h。我把这个搬去前面，这个搬过来，所以我的 sin square x 不二等于一减 h over 二，所以我的 sin x 不二等于 square root of 那个一减 h over 二。OK，我们应该要放加减啦。OK，就是说你要看它到底是 x 在哪里一个 quadrant。OK。So 加减 depend on 这个 s 不二 in which quadrant，OK？So、okay? 我们的这个 astc 嘛，然后就它的 s 不二，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永远没有啦。就我的 x 如果是很大的，像什么500不二，这样 sin 五百不二，sin 250，它就变成 negative 了啊，sin 250，它变成 negative 了。所以在这边我们要 depend on 那一个 x 不二是在哪里了，OK，然后再来决定它到底是加还是减，OK，然后那个那个参考书给的答案是加而已，OK，好，接着。第十一题，它要我们 solve 这一个 for 0到360，所以我在这一边 cosecant square 加二 cosecant
cosecant x 减15等于0的时候，开括弧等于0，然后我就有 cosecant x cosecant x 35加减，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 cosecant x 等于3，我的 cosecant x 等于减5，所以它会变成一半 sin x 等于3，一半 sin x 等于减5，所以我们的 sin x 等于一半 3，我的 sin x 等于一半减5，所以我的这个 basic angle 会是等于 arcsin 一半 3，然后 basic angle 等于 arcsin negative 一半 5，所以我在这一边 shift sin 然后一半 3，我拿到的会是等于 19.47 度，然后这一个是 basic angle 的时候我不应该放减，所以这一个 basic angle 的时候我不要放减，所以 shift sin 105，然后 11.54， 所以 11.54 度。好，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是 ASTC 嘛， ASTC sin positive 是这两个，所有的 x 是 19.47 度，还有180减 ，OK， 所以这一个是180减，所以 160.53 160.53 度，然后这一个它是 ASTC sin negative 是这两个 quadrant， 所有的 x 呢是180加，所以这一个是180加。所以我拿到是 191.54 度，然后还有这个是360减，所以 348.46 度，所以我的 x 等于 19.47 度 160.53 度 191.54 度348.46 度。好，就是这样。好，在这一边我们知道它是 ASTC， 我们要记得在 A 这边就 Theta 而已，然后 S 这边是180减 Theta， 然后 Theta 180减 Theta， 然后 T 这边是180加 Theta 的， C 这边是360减 Theta， 所以我这一边这一个180加 Theta，这个是360减 theta， so 在这边这个是 theta， second quadrant 是180减 theta， third quadrant 180加 theta， 这个是360减 theta， 就是这样。 OK， so 这种类型的题目呢是属于那个 paper 1常出的一种题型啦。 so 我这一个它要我们 solve 这一个 second 是一半 cos， 所以我的2 cos x等于3减一半 cos x， 所以我就有2 cos square x 等于3 cos x 减1，所以我有2 cos square x 减3 cos x 加1等于0，然后这一边我们就可以开括弧 ，OK 等于0，然后它是 cos x 2 cos x 1减减，所以我的 cos x 等于1。我的 cos x 等于一百二，所以我的 cos x 等于一的时候，我的那个x 呢会是等于零度，还有360度 ，OK， 因为我们的那个 cos 的 graph 是这样哦，所以 e 的时候是这两个，然后我的 cos x 等于一百二的时候，我的 basic angle 等于 arc cos 一百二。没有错的话是60度，如果我没有背错的话呢， arc cos 120的时候我拿到是60度，所以我的 ASTC cos positive 是这两个，这一个是360减 theta， 所以我的 x 呢是60度还有300度，360减60就300度，所以我的这一个 x 等于0度60度300度还有360度。
好，就是这样。接着第十三题 ，solve the equation 三 sin 二 x 加 sin x 等于零 ，so 三二 sin x cos x 加 sin x 等于零。我把 sin x 抽出来，那三二六剩下六 cos x 加一等于零。So 在这一边我们就有 sin x 等于零。还有这个六 cos x 加一等于零 ，cos x 等于减一百六 ，so 我的 sin x 等于零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 sin 的 graph 是这样了，那零九百八三百六嘛，所以我的 x 等于零百八还有三百六，然后我的这个 cos x 等于减一百六。我的 basic angle 的时候，它是 arc cos 160，减不用写啊 ，arc cos 160。所以我在这一边 arc cos 160的时候，我拿到的是 80.41 度，所以 80.41 度。然后我们的 ASTC cos negative 是这两个，然后这个呢，它是百八减 theta。然后这个是百八加 delta， OK， 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一个是百八减，然后我拿到的是 99.59， 所以我的 x 等于 99.59 度，然后百八加这一个百八加的话呢，它就 260.41 度，所以我的 x 可以是零度 ，99.59 度。百八度，二六零点四一度，还有三百六十度。好，就是这样。好，这一边我就把 paper one 的部分讨论完了。paper two 我用另外的影片再来录。